第三十五题，下列各族混合物加热则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选项为何？我们的乙这两个都没有氧，所以不会有人失去氧发生还原，这里不会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。我们的丁这两个都已经有氧了，所以不需要再有人得到氧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所以丁也不会发生氧化反应。那么我们知道铝的活性比铜大，所以呢铝可以把氧化铜的氧抢过来，可是铜没有办法把三氧化二铝的氧抢过来，所以选这个甲是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只有丙铝的活性比铜大，所以可以把氧化铜的氧抢过来发生氧化还原反应。因此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则能发生氧化反应的选项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